上的小朋友之外，台下的大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，可以吗？小朋友呢，我们有几个往前一点点，我们三开手打开，前一点点手打开，把手打开。好，下面的小朋友，如果你们有跳的话，说不定也可以拿到礼物哦，所以可以靠近我一点点。好，手打开。好，等一下记得不可以撞到旁边的小朋友哦，小心楼梯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被我撞到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原地走路，原地走路。好，看谁的手摆的最大最可爱了。很好，中间那个帅哥最好了，手摆动。好，我们往右边走路，右边走路，换边走路，走路去右边，换边。再一次，你要把你的服装给大家看着吧。再一次哦，走路。手推。